秘制影技加冲锋枪是带有多强？哇哇哇，不得了不得了，这个是血条消失术吗？直接秒杀，太凶残了！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把冲锋枪一代。这天，当冲锋枪一代遇上进阶套餐之后，直接摇身一变冲锋枪二代。又过了一天，冲锋枪二代遇上我们的进阶套餐之后，哇哦，我的个乖乖，直接摇身一变冲锋枪三代，压缩了那个不科学啊！这天，当我们的冲锋枪三代遇上我们的进阶套餐之后，哎呀呀呀，我的个大宝贝儿啊，我们的冲锋枪时代直接诞生了 ！Nice。我是炼金术士，是一个拥有正义的英雄。正如你所见，旁边那只猫咪是我的宠物。不要看它小，但是小是小，为你好。别瞎逼逼了，你不是要拯救世界吗？你没带杀死武器，怎么拯救世界吧？哇！哇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冲锋枪四代吗？哎，我说你龟炼金术士，你是成了狗屎运吗？哎，我说小苗，你龟不会说话吗？什么叫做狗屎运啊？我是正义的化身，我要拯救那个世界啊！当然，拯救世界之前，我们还是多搞一点子弹，不然待会儿打那些怪物的时候，我们打都打球不够。小苗，搞快点，搞快点！接下来我就让你看看秘制引擎加上我的冲锋枪四代到底有多强吧。走吧，直接开战，先让这个远古巨象尝一尝我的厉害吧。先别急，先别急，躲在那个角落里，我们先把秘制饮料给喝下，然后我们再拿出我们的冲锋枪时代，直接开始扫射吧！小小炼金术士，敢在我面前啊？什么情况？我的血怎么掉了这么多？才掉这么一丢丢血就受不了了吗？待会儿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血条消失术吧！直接开始扫射吧！什么情况？怎么没有掉血了？看来是喝错了饮剂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重新让我再喝那个秘制饮剂。竟敢嘲讽我！嘲讽你？来吧，来吧，奥义血条消失术！我不可能的！一个字，绝！彩蛋兔，奥义血条消失术！无头骑士，奥义血条消失术！那个血条消失术啷个没有消失完毕啊？你龟还扛得哈？我看你龟跑过来跑过去，真的是不知道我的厉害啊！嘿，老子就是喜欢跑过来跑过去，你来追我呀，你来追我呀！啊，可恶，真的太可恶了，竟然这样挑衅我！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宣布，你马上可以消失了！哦，不科学！大骑士。骷髅王威慑机甲一并体验了血条消失术，接下来就是这个瓦根头目体验我的血条消失术了。耶，那个味儿不错哟，把子弹放在那里就可以发射子弹，牛逼了兄弟！牛逼之处你还没有尝试过了，哈哈哈哈！啊，可恶可恶，这个真的太可恶了，太毒了！我感觉这个味儿就是毒王一个，哎呦呦呦呦，太凶残了！不光毒，我感觉他味儿还皮糙肉厚的呀，打都打球不动，真的是感觉有点招不住的感觉啊！不行不行，我要爆发，我要爆发呀！那个激光怎么这么粗啊？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，奥义血条消失术！哎呀呀，啷个感觉打都打球不动啊？我的奥义血条消失术难道是？哎呀呀呀呀呀，不科学啊！